这是我的戒指，它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说话呀，傻逼！到底是谁教你可以偷别人东西的？为什么要把维亚的戒指藏起来？我本来就是狡猾奸诈，会故意为难维亚小姐的人。你就是想听我这么说，是不是？不只是这样，你想得到的是我的心。我看到拉卡纳的鬼回来了！再让他受一次刺激，他就会永远昏睡不醒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《无忧花开》。